哪，我大概精英下面是什么？精英下面是什么？精英下面是什么？我感觉精英下面很多啦。欸，我有排位什么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有意思，有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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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呛他，不要呛他，不要呛他，我在此宣布，不要呛，不要呛肥龙了，大师是不是？我在此，我在此，他说不要开直播会很难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那我大概是白金吧，我大概是白金吧。哎 欸，他说不要开直播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开直播。22，除非他是假新手啊，除非他假新手，要不然不会输他，好不好？除非他假新手。除非他是云呐，好不好？他是云，还是小猪？小猪也不会，也打不赢我啊。我看会打赢我又会，哎呦，我再有一个人了。除非他是 on JBB，除非他是 on JBB，好不好？除非他是 on JBB，除非是 on JBB 哈。他赢我，我就说他是 on JBB，好不好？怎么找不到他呢？我的猪啊！我内建两只猪的，怎么找不到他？他说要死神打爆我的样子。他的马从那边来了，在地图的左边呢。他马现在从那边来，一直有左边。他的马从左边来，对不对？代表他就有左边。你看，我们猜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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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欸，好啦，原谅他，原谅他，原谅他，解禁好不好？解禁，解禁，解禁，解禁啦，解禁啦。这个是。哎、欸，问一下啦，这个房子是这个怎样？这个谁出来评论一下？哎、欸，把他解封锁啦，敢打就算是条汉子，好不好？这才小，解封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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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博主哥可以解封锁吗？可以解封锁吗？好啦，解封锁啦，这个是。他在说什么啊？我早就投了，你在干嘛？这个房子很可爱哈、啊，这个房子很可爱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去帮他解，我去帮他解。我加了一分了，谢谢血龙，好不好？谢谢血龙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帮他解封锁哈、啊。敢打就是条汉子，好不好？敢打就是条汉子。解封锁哈，邪龙你被放出来，邪龙你被放出来，频道设定哈，看一下哈，看来解封锁哈，社群设定哈，哇，这么多人被封了、哦，你们管理员很会封哎，好了，邪龙放出来，邪龙放出来，邪龙放出来，邪龙你放出来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是忘记调那个啦。调成那个，忘记调那个。哎、欸，邪龙，你可以留言了，你可以留言了。邪龙，欢迎邪龙哥，欢迎邪龙哥，好不好？欢迎邪龙哥，欢迎邪龙哥。
过。等等开哈，我去看记录哈，我们去看记录好不好？我们去看记录，我们去看记录好不好？我们去看记录。龙哥好可爱啊，龙哥好可爱。我们看看龙哥到底做什么事情好不好？到底我们看这个，一开始先三个房子，好不好？龙哥出来了，龙哥出来了，龙哥出来了。这只猪是铁野猪对不对？这只猪是铁野猪对不对？这只猪。哎，龙哥可以出来跟大家说说话了，好不好？龙哥可以跟大家出来说说话。于世忠本人，他跟我说他不是蔡仁培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一直讲蔡仁培，蔡仁培是北大校长。这个这样，这个，关键一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哟，干死了！哎，太冲动了吧！死马，干，同一个地方死啊，同一只猪啊，铁野猪啊，铁野猪啊，铁野猪。铁野猪。